第七式，松松大腿筋。先铺好瑜伽席和 cushion， 瞓低，腰呢个位置可以垫毛巾，慢慢提起右脚，可以用瑜伽绳帮手拉直右脚，拉贴自己，保持右脚伸直 ，hold 住一分钟，保持呼吸自然，然后慢慢放松，换另一边，慢慢提起左脚，拉直，再拉贴自己，可以的话捉住脚掌 ，hold 住约一分钟。